输了，海鲜一小锅哈，来了，快，来个大海鲜面哈，快来，吃海鲜哈，哥讲咱必须愣锅走，来个大爆头，来了，我快，就，满满登登一小锅，太大了哈，快一天我也没吃饭。似乎知道我有一颗永不安静的心，我容易蠢动。嗯。太咸了哈！咱家这面哈是高配的那种。嗯。来吃个快辣鸡吧。来，老婆快。露个迷你哈，带大米的那种。来，我们快大口吃。嗯。正好吃，打鱿鱼了哈，回家攒点钱就可以吃。嗯，我吃一口呗。这打鱿鱼啊，回家加热就可以吃，一包里面是两条、两条、四条、六条、八条、十条，还给你包邮到家。再来趟海鲜一小锅哈，哥姐，葱姜蒜下锅。咱家哥姐天天私信我说不会做海鲜哈，来我教教你哈，来点老干妈，哎，给它扒拉扒拉哈。来上两个大家伙哈，来上两个大海螺。再来上大把那个竹节青，带黄的那种哈，再来上个大八爪鱼。嘿嘿，啊，吃海鲜哥姐啊，必须吃鲜活的哈，来，就这样给他，太重了哈，挑不起来。哥姐，这大海螺哈有一斤一个，哥姐，来点料酒去去腥，来点老抽上上身。哎呀妈呀，放多了，大油大酱啊，就往里搞啊！再来点几味鲜，再来点香醋，做。做海鲜特别简单哈，来点生命之泉，盖上大锅盖，给它煮个十分钟，给船长点红心支持一下。这，哈哈。这黑黑的那种哈，带墨，全都是墨汁，咱家是墨汁哈，哥姐，你们都问能不能吃，咱家墨汁哈，越嚼越香。来，老婆，快大口吃。哎呀啊，快来，快大口倒，太过瘾了。喜欢吃八爪鱼，哥姐啊，给我们两口点红心哈，再来个大海螺，一斤一个的那种哈，姿势要帅，速度要快。这灯打牙签了哈，这露个大爆头啊，我最喜欢吃大爆头。老婆，老婆，先别吃了，我吃这个大鱿鱼，好吃吗？嗯，还可以拉丝，特别好吃，给哥姐介绍一下。那介绍介绍，快点，太好吃了哈。哎，哥姐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咱家这个厨师大鱿鱼哈，一包里面是两条啊，每包是450克斤重，我给你来上两条。四条，六条，八条，十条，这五包哈，99，还给你包邮到家，回家加热一下就可以吃。老婆再吃一口，十五了，大爆头哈，来老婆吃，老婆吃，喜欢吃的我都愿意做哈。来个海螺，掉了哈。往里面摆摆吧，洗洗哈。哥姐，这大海螺哈，这里苦胆不能吃哈，这绿色是它的苦胆，一定要给它摘掉哈，然后再把它的肝给它挤出来，要把肝挤出来哈。哎呀，这大肉，剩下的全部都是精华哈。哎呀，来老婆，大口吃。真香，喜欢吃海鲜的哥姐哈，点个小红心支持一下。嗯，
捞个八爪鱼，老婆最喜欢吃了哈，快来。哎呀，哦，吃个海螺，半斤一个的那种哈，吃海螺哈，哥姐用个大牙签挑一下，然后给它随着它的捞风旋转一下哈，不断了，又断了哈，老婆最喜欢吃海螺了哈。我教你们哥姐哈，把这里的苦胆给它去，这个蓝色是它的苦胆哈，那苦胆给它摘掉，现在都闻到它的苦味了哈。来把它的肝给它挤出来哈，哎，肝挤出来，把粘液给它去一下哈，放在汤里面给它扒拉扒拉，呼噜呼噜哈，剩下的都是精华哥姐，哈，这都是海螺的精华，来老婆，大口吃，熟了啊，啊。都一斤一个那种啊，亮哥，你先别吃了，先把多单给我介绍介绍呗。那行，那我先给你介绍介绍哈。来，三大包脆骨鱿鱼脖子，每包400克，来两三大包。大哥带黄山梅肉哈，我给你来两三大包。陈黄肉我给你来上两大包。脆骨章鱼须来上两大包。黄金大红包来上两个。花甲肉来上两大包。满满的一箱14包，来给你包。捞个皮皮虾。现在这皮皮虾是最肥的季节，嗯，这大腿哈，里面肉就特别好，不知道这个带不带黄，就是带黄咱家哥家，能不能给船长点个红心？现在这季节是最好吃、最肥的季节，你来看一下哈，我再给他看一下，我这个娘嘞，这黄哈，嗯，太好了，来老婆快，黄你留着你吃。请你吃海鲜，嗯，还有啊，咱家熟了，满满登登一大锅哈。老公，你又做了我喜欢吃的一小锅啊。是啊，只要你喜欢吃哈，老公天天做给你吃。哦，再来个大爆头哈，这个太大了哈，这个属实太大了，那得用一斤一个了。来，老婆快。老公，咱先别吃了，咱把咱家套餐介绍完再吃呗。那行，那你先吃。我不吃，我跟你一起介绍。我把套餐介绍一下，哥姐哈，来，三大包脆骨的鱿鱼脖子哈，每包是400克，我给你来上三包。大哥带黄的山梅肉哈，每包是200克，我给你来上三包来。脆口的大章鱼足，我给你来上两大包。还有咱家每天现包的花甲肉，我给你来上两包。大哥带黄的秦王肉哈，我再给你来上两包，每包是250克。哥姐再送两只黄金大肉包回家炖老母鸡汤哈。满满这一大箱子，满满这一大箱子哈，14包，还给你包邮呢。哥姐点个红心支持一下呗。哎，饭楼，捞个大包头。来，老婆吃。我就捞个猫眼螺吧，给老婆吃大的，我吃个小的。有黄的哥姐啊，给小老弟来个小红心，黄不断。来。差一点都掉了，怪硬。来，弄两个大蟹。来，弄个大扇贝。这个大扇贝哈，带黄的那种。哟，船长，先别吃，看一下这扇贝肉挺不错，还带黄，怎么卖的呀？你想吃啊？是啊。来我直播间，今天晚上搂福利，嗯，太好了，过瘾。皮皮虾，嗯，带黄的那种，嗯啊。哦嘿，海鲜一小锅就是造。